欢迎来到威煞区 Lola 街八号。这栋带祖母房的整洁房屋是威煞公立小学和 Mansfield 公立中学的学区房。您可以步行至威煞公立小学、St. Catherine 小学和 Brisbane Adventure 校。短途步行可至 Selwyn Gardens 公园，内有儿童游乐场、野餐区、狗公园和篮球场。短途步行可至 Civic Fair 和威煞 Square 购物中心。短途驱车可至 Westfield Garden City 购物中心，短途步行可至位于 Newnham 路上的公交车站，搭乘公交车前往 Garden City 和市中心，轻松可至 Pacific 和 Gateway 高速路。威煞区 Lola 街八号拥有两栋楼，主房屋拥有三间宽敞卧室，其中一间配有空调，功能齐全的厨房、饭厅、客厅、独立卫生间，主卫浴配有淋浴、马桶和洗手台。楼下拥有休闲室、储藏室和洗衣房，单车位带锁车库。独立的祖母房拥有一间卧室，卫浴套间配有淋浴、马桶和洗手台，外加一个客厅。户外拥有一个花园工棚。像这栋带有独立祖母房的房屋，适合双重生活，靠近一切设施，非常少见，不会停留太久。马上预约看房并出价吧，不要错失良机。